件我自己有买，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，上面是做缩腰的这种感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整个抓地力很够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穿细绳小可爱，所以即便掉下来你也不用担心，但是是不可能掉的，这一节都是松紧带，所以非常的安全跟方便，你放心，也不会挤肉，然后呢有做口袋。长度的部分各位应该很喜欢，高个儿也不会卡裆哦。因为我身高161，我现在穿高跟鞋下一个楼梯，平底鞋的话不会踩地，不会踩地，所以呢小个儿一样是可以穿的。这个白色的花底非常的亮，非常的嫩，其实你家里有这种白 T 都可以把它搭在里面，就这样很简单。好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干扰，而且很多女生她不露手臂她一定会这样子搭，也很好看，所以呢 CP 值很高，她都很好看，她们就是互相相反而已，一个是黑一个是白，那就看你比较喜欢黑多一点还是白多一点。这个身宽 L 号是可以穿的哦，你看这么大，两个颜色很难选，都很亮，你们自己稍微感觉一下咯，自己稍微感觉一下，真心推荐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